今天要唱歌，开心，希望可以表现得好。很开心，因为好像那个我见面我的家人可能可以用泰文一点点，感觉可能真实我会出来，性感又来了，又来了，真性感一点的家庭。这样吧，还挺困的。每次起床困难吗？可能是从之前减肥那阵子加上在营里的训练吧。我现在就是真的秒起，我知道我一旦把闹钟拍了，我说我再睡五分钟，我一睡就过去了。然后对，一般就是如果我要是晚上吃的少，我早上很容易饿，所以一般我要是饿的话，我就想着我能吃早饭了，然后我就冲着那个目标就起来了。今天早上8点多就起了，就也不是很早，因为我最近调了生物钟，基本上我8-9点人就得醒。对话可信度高吗？很高。当醒来的时候，内心是有什么样的 OS？ 会有一瞬间放弃自我那种感觉，不想去了，真不想动。但是还是得要起床，要努力，得要打工，不是打工，就是不是打工，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。什么打工？不是打工。什么起床还用激励，床都起不来还打什么工？我得起来呀，我得赚钱呀，我不起来怎么赚钱呀？发一个这种打工人鸡汤。没什么鸡汤，人生嘛就是得硬撑。干嘛？有事儿吗？哦对了，我左脸好看。我是比较喜欢擦他的，但他屁股很翘。我刚看的是你让他拍你的屁股。那是前面你没有看到，不是我主动的。他先打我啊？他说你先打他。真的？我忘了，可能昨天晚上他先打我，我一直在打他们的屁股。吉利也打，叔叔也打，刘星宁打，一直也打，张月也打。那他们都不打你吗？不敢。赵烨不敢打我的屁股。真的好好吃。要走了。吃了吗？吃了。哎，刚才吃完冰淇淋减肥，我吃了两口。别入戏了，现在来了。哇，我是第一个哎！你们的青春已经结束了，我已经不迟到了，并且还是第一个。我去哪里？我走的地方是对的吗？哎，我总今天脸挺不长的，挺圆的。那你平时自拍一般都用 APP 吗？我真的不会自拍，我用美颜相机拍出来很丑，所以我只能用原相机拍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先拍一张，好，然后我再用原相机拍一张。好，来给你们对比一下美颜的拍出来的啊、除了有磨皮之外啊、蛇精，然后这个是原相机，是不是原相机好看一点？我就不喜欢用美颜。唉，粉丝都说你自拍进步了，有什么想说的？就是，毕竟起点比较低，谢谢。我知道你的意思。妹妹这是在练啥呀？不是练啥运动，因为我吃饭完之后，我的饭会放置，哎，我有肚子，我的肚子。很怎么说呢，很细呀、然后如果我的屁股太大，看起来就这样有点不好看。那不是性感，那
姐可能觉得是性感，但是我不喜欢，我觉得太大了。努力的那个。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，二三四二。此处掉落经营节后台小游戏。现在进行小黄的一百问，团队里谁玩游戏最厉害？赵云，王景吧，应该是卓璇吧，奈奈吧，我，不应该请卓璇吧？是我呀。谁是游戏黑洞？刘谢玲吧。那奈奈不会吗？刚开始玩，他可能玩不明白，然后可能就那种啊什么什么，是什么意思？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自己，刘宪宁也有点黑洞吧，我觉得。我是一个黑洞吧，我不算是。张一凡，张一凡吧，张一凡。其实我觉得赵月有一点点。最不擅长的游戏，你说是哪种类型？比如说狼人杀，我可能会比较水，我就喜欢玩，但是我又很水。运气方面游戏特别差，我猜拳必输。各个类型的游戏，但我还爱玩，你知道吗？很喜欢去体验，但是还玩的不行。不能用的，逻辑什么的不太行。我觉得我除了那种什么手游啊，其他都不太擅长。运气类的，谢谢你的情报。现在就来检验一下吧。游戏规则：每人抽取一张卡放在头顶，在游戏过程中可以诱导别人说出禁止词语，但是不能偷听自己说话的词语哦。如果做出台上的词语或者动作，则淘汰出局。最终赢得胜利的人可以获得许愿的机会哦。的就啊对，换吗？换，那我跟他可以好，那你跟他换，你跟他换，说换，你那你跟换，凭啥？换，凭什么？啥子？我都说口音了，为了防止说出啥子？为啥子？为啥子？哼，那不是你换的 ？No， 玩赖了啊！凭什么？谁知道了？凭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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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哎，你快！什么东西？我玩，你快搞！我说什么？你用我？你要我？你说话，你说怪话！你说爱我，你怕了吗？我赌你看到你的牌，你这有劲吗？这把不算。我看老清楚了。特别差，走吧，离开这儿，离开这儿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赵月挥手了，拜拜。走了，走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过来吧，你过来，过来。就这么简单，他的难，他这个没有怎么让他做嘛。我们派出你，结合上一次的经验啊，经验教训那些的，那还不如大家一起让他们请客，干嘛干嘛的。那请客就一顿的事儿，一顿把它吃光。帝王蟹，我跳墙，我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我们看心情吃。血多血多血，发光。七个人每人一只帝王蟹，佛跳墙，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。嗯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要是你上次坑我，今天天气挺好啊，茶颜悦色好喝吗？他不敢讲话。你要讲话 speak。 没播要说中文。最后有摇茶，最后有摇茶。你们可以说啊，不用分我啊，这太难了。你怎么让我说啊？我可能不认识啊。
个字我说过了吗？但是上次有玩过类似一个游戏，跟你一起，是你吗？不是我，我真的不是我了，我真的不是我。恭喜，拿的就是不是我。First blood。玩过这个游戏吗？之前？会玩吗？没有玩过这个游戏，谨言慎行。那你不会玩？不会玩这个游戏呢？不会玩这个游戏呢？啊啊！你输了耶、！Shut down。有没有什么小心愿？心愿，一起出去泰国吧。太难了，宝贝，太难了。那不是心愿吗？两年内可以实现的。那我觉得还是 Disney 比较好。啊，Disney 吧，我也是。Disney 吧，是不是？